Oh my goodness， 好香啊！玻璃瓶罐呢，事先我已经先消毒过了。像这种厚片的呢，我就不放进去了，我通常都会直接把这个柠檬挤进去。不知道我应该喝咖啡好嘞，还是喝 smoothie 好嘞？早安啊，大家！今天天气好冷哦，现在要来解决我家的香蕉，我家超多香蕉的，给你们看一下，满满的香蕉。这些香蕉呢是上次在 Pay and Sip， 它有很便宜，99 cents。我买的时候呢，它是青色的，我就想说可以放家里放两三天，结果第二天它就变成黄色了，所以我现在想要在它变烂之前先来解决。这个咖啡呢是我朋友送我的。一天早上呢，我就收到他的 message， 他就问我啊、你在不在家？他想要 drop 一点 coffee bean 给我。结果我想不到他是会 drop 2 kg 的 coffee bean 呢，我都吓到一下。谢谢伊利包，谢谢你 sponsor coffee 给我。刚刚好我的咖啡都已经用完了，哇，这个真是解我燃眉之急啊！我还真不知道2 kg 的咖啡我可以喝多久。超级无敌香啊！我真的是曾经有想过，到底有没有咖啡味的香水。这份是你的。哎呀，它冰火冲天哦，这个是冷的，真的。嗯，自从宣布了 level 2过后呢，我们不需要大排长龙问好哦。哎，不是，应该是 level 1对。哦，跟我一样的衣服。
现在出门回来呢，不需要拼命拼命的消毒，实在是太好太好了。希望现在全世界都可以慢慢像纽西兰一样步入零确诊吧，恢复我们日常的生活。哦，刚刚好那个车也可以趴在后面。其实是连着停三辆车，这些人搬到两辆车。如果我妈妈在的话，她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她就是会这样子。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疯狂到她这个程度。这个灯光再加上我穿这种芥末色的衣服，我像不像有黄党兵？我男朋友在试衣间里面试衣服，我这个二十四孝女友就在外面等他，提供中肯的意见。这个 OK 吗？哦 OK 哦。是我。Thank you. Thank you.今天不煮饭，我们原本要去 CD 那家拉面店的，朋友介绍我去 New Market 这一家，我想说，哎，反正我们都没有试过，就试试看吧。Okay, go from here. Thank you. Yes, yes, please. 他问他有啊，你要跟他讲。哇 ，Chili Flakes.很好喝，是哦。来个鸡翅是吧？三片是不是？是啊。Hello， 我已经洗好澡了，现在就要来涂我早上买的指甲油。今年呢，我非常喜欢这种冷色系列的颜色，大地色、杏色啊、巧克力色、奶茶色，就跟我的衣服很衬，有没有？这次的指甲油呢，我想放两种颜色来搭配。我觉得这个奶茶巧克力色跟这个橙色好搭。今天是星期一，今天早餐呢，我就想要随便吃就算了。因为昨天呢，我朋友他拿了两粒粽子过来给我，所以我就想说，哎呀，今天的早餐就吃粽子吧。这是他亲手包的粽子，我觉得会包粽子的人都好厉害。我不是没有试过，就说我做不好的那种人，我就是试过很多次，我试过无数次，但是都没有办法成功。我妈甚至教我，教到她吐血，她都教不好，所以还是算了。粽子跟我八字不合，粽子的钱还是交给人家去赚吧。另外呢，我就要来蒸这个流沙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流沙包的人，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不是很喜欢吃流沙包，他们的扣他都留给叉烧包了。流沙包呢，要点就点四粒，要不然就点两粒，那不然两粒都是我吃吗？我肯定是吃不下。那我都有在纽西兰陆续买过流沙包，可是都不好吃，都不流沙的。我昨天呢就在华人超市里面看到这个，它的包装超级不显眼，照理来说我是不会买它的，可是我就不懂干嘛，好像给鬼推一样，就去拿了这包回来。不试还好，一试了过后就超好吃，它的确是流沙的。它里面有六粒，或者你们有吃过什么很好吃的牌子的流沙包吗？可以在家里自己蒸的，就不需要去到点心店，可以在下面留言介绍给我，我会去试的。话说我不是订了椅子吗？我的椅子终于到了。这张椅子呢是 IKEA 的。先说这张椅子它是白色的，就已经很走我的心意。它跟我们家里的 background 都非常衬。这里下面还有个地毯也是白色的，桌脚也是白色的，所以整件事情它就非常非常的衬。通常这个下面的轮椅呢，它都是做黑色的嘛，可是呢，它做灰色的系列，整个椅子呢，它的柔和度就大大的提升了，就非常好看。它是有一个屁股的弧度，当我的八月十五坐下去的时候呢 ，just nice。有轮子的椅子呢，哇啊来！因为在 salon 我都是用惯这种有轮子的椅子，当我决定要为我自己添加一个新书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的椅子一定是要有轮子的。当你在剪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你知道吗？
你整个就可以很移动的感觉，转过去跟你男朋友说话，哎，转一下转过来去抱一下 Cookie， 然后呢，你又可以嘿去嘿回来。我不喜欢那种椅子呢，起来的时候呢又要推着那种感觉。我们地上是木的，不是轮子的椅子呢，你就要非常小心，很怕会刮花到地上。如果你是用轮子的椅子呢，你就没有这种问题了。果然放在窗前是一个非常对的选择。当我在剪片的时候呢，采光度是非常非常一流的。相信我，一定要在你们的书桌添加绿植。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在剪片或者是看电脑，你的眼睛肯定是会很伤神的嘛。这不是我瞎说，这是网上有说的。绿色呢是对青色光线吸收和反射都比较适中，所以对人体的神经系、大脑、皮质及眼睛里面视角膜组织是会比较适应。青色的草跟绿树不仅能够吸收强光中对眼睛有害的紫外线，同时还能减少强光对眼睛的刺激。所以在紧张和学习长期工作环境之下，倚在窗口看一下绿色的植物，它可以帮助你紧张的神经顿时放松，消除你眼睛的疲劳。所以一定要在书桌里面放几盆。绿植，赶快去买绿植吧！看我是有多爱护我的眼睛。这里呢，有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总共有四颗绿植在我的书桌前面。Anyway， 我真的是非常满意我的书桌。这个就是今天我的早餐，一个我朋友给我带的粽子，一杯咖啡，然后还有一个流沙包。哇，实在是太热了，因为这里靠近窗口前面。先给我朋友拍张照片，先给他看我现在在吃着他的粽子。我给他发了照片过去，看到我们的 group 名吗？叫做聊人生。我们的 topic 呢，不外乎就是聊你今天大便了没有啊，睡觉睡得好不好啊。你也不能够说它是肥，因为大便的确是人生中的大事，如果你便秘的话事情很严重，所以你绝对不要觉得屎屎尿尿是那种废事。我以前早餐呢，我会很喜欢看 vlog 或者是看那个蜡笔小新，最近呢非常喜欢看我们这一家讲一个细赖的人生。早上呢我很喜欢看一些你不需要太多很费神的去分析的那种戏。这个安迪很好笑，我觉得将来我老了过后的时候呢会像他，因为我嘴巴也是大大的。因为我不吃猪肉的，所以这些肉呢我会留下来等晚上的时候呢放在我男朋友的料理里面好吃。哦，对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 dry mushroom。零食来说呢，我是非常钟情于薯片。是为什么我会被这个东西烧到呢？是因为第一，我非常喜欢吃蘑菇啦。我看到很多美国 YouTuber 都有介绍这个蘑菇干，然后他们说到超级无敌好吃。哇，我就想说你这个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到底有多好吃啊。我家里附近那家超市是没有卖的，所以呢那天我跟我男朋友心血来潮吃了晚饭过后呢，特地去那个超市在里面找那个蘑菇干。这个蘑菇干呢在纽西兰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卖的，我们家里的附近的 Pansip 呢还有另外一家东区的 Pansip 都没有卖这个蘑菇干。目前为止我只有在 New World 里面找到，这个一包里面只有 30g， 然后呢它是卖3块多， which 是非常贵的。可是你想想它是真材实料的蘑菇骨干，是100%天然的，它这边还有写明的是 no MSG 的，没有味精的零食，哇，没有色素，完全天然。如果你是很崇拜 organic， 然后你又很想吃零食呢，那么这个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到底它有多好吃？我终于知道大家说的好吃是什么好吃了。
它好吃的点呢，就是在于它真的是不是死咸的，可以真的是觉得它是没有加 MSG 的。你在吃这个非常健康的零食，一点都不负担，它的确是蛮好吃的，它的确是有一种魔力让你一粒接一粒的。但是我觉得它的蘑菇味可以再强一点点，那就是非常好吃了。因为吃第一粒的时候呢，我不感觉到我在吃蘑菇干，直到吃了第三粒才可以 feel 到它的蘑菇味。总结来讲呢， no harm to try， 你可以试试看的。或者是你在健身，你在 diet 的话，但是你嘴巴很痒又想要吃零食呢，它的确是可以在你的健康跟你想要吃零食之间的中间点拿到一个平衡度。大家如果想要试试看的话，去 New World 里面找找看吧。在我不 set up camera 的状态之下呢，我竟然拉出这么漂亮的咖啡。但是这杯咖啡不是要给我喝的，是要给邻居的。上次我邻居说他很喜欢喝咖啡，今天天气那么好，他应该会很想喝咖啡。我拉花的功力呢，就好像纽西兰的天气一样，你不知道他哪一天会拉出漂亮的花。在我的厨房字典里面呢，除了椰子是最难处理的食材，金瓜可以讲是冠军了。为了切金瓜，切到手都起泡，不夸张，我甚至需要铁锤来帮助我处理这个金瓜。所以我大概会一两个月买一次金瓜吧，要不然真的是切死我。买回来的金瓜呢，通常我都会一次过先处理掉，切成小块，那么我要煮的时候呢，就拿一丢丢出来就很方便了。每一次在处理金瓜的时候呢，我都会说哎，以后不要买金瓜了。除了是我的最爱之外呢， Cookie 也是非常喜欢吃金瓜的，所以每次我都会忍不住给他买回来。我原本都不想吃午餐的，可是刚才处理那个金瓜过后，我实在太饿了，所以我打算做一个素炒饭。Hello， 我今天约了朋友去吃点心，刚好我朋友也没有上班。今天的天气呢，不是很冷，也不是很热，所以呢，我在里面穿了一件高领的衣服，是无袖的，外面再配的一件这件黑色的衬衫。反正我们在室内吃东西，所以呢还好，不会很冷。毕竟是冬天嘛，所以呢下面我就配了一件 jeans 裤，再配着一双黑色的拖鞋。这双拖鞋呢，我超喜欢的，想说，哎，今天不是很冷。露脚趾也 OK， 今天的 OOTD 就穿这样。觉得刚好的？嗯？也没有冻哎。我们家附近。这里面给他。已经吃饱点心回到家了，由于我实在是吃得太饱，所以呢打算要带这个小朋友出去公园散步一下。户外散步我怕太冷，所以就随手穿了我男朋友的 hoodie 去散步啦。我终于在 build out 一个我觉得很疗愈的地方。在这里呢，要谢谢给我留言的朋友，你们真是太好了，你们的每个留言我都会看哦。你们知道吗？我真的好爱好爱读你们的留言哦，你们的每一个留言都是我的动力，所以啊，请你们多多给我留言。
爱你们。今天想说谢谢喜欢看我的 vlog 的你们，虽然我不是很红啦， subscriber 不是很多，可是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抽空看我这个无聊日记无聊 vlog， 衷心的谢谢跟非常的感动。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 vlog 呢，嗯，也非常谢谢你可以看到这里。好了，这周的 vlog 就到这边了。还是那一句啦，喜欢我的朋友呢，记得按 like 跟 share， 还没 subscribe 我的朋友呢，记得 subscribe 我。我们下周见，拜拜。